了奖励金20000块以外，一样。今天你办事，第三位总咨询的是萧玉莹议员，目前教育处陈瑞东处长答询中。我们没有要求一定要跟他们一模一样，但是至少让白白直接咧是因为大厅公司开出来是安尼，我设计的公关，我什么拢无，连阮教育处拢。